照片。琪琪跟熊宝。琪琪的下巴很诡异耶，但琪琪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种网红的样子。对，你有把握吗？我这个非常有把握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真正的美女应该是熊宝。为什么？因为琪琪就在那边 gay bye， 那边用那边遮，那边遮角度，用角度变形了。因为刚刚那个制作单位说，要不要就你就并入男艺人组，然后我就并入女艺人。可以，好，可以。我选择的是我哦，不行，我们等一下还有关节可以看一下。对啊，我们听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道具。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好，那我们来。熊宝好像不会差太多哦。真的吗？可是熊宝拍的那个照片暗暗的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而且熊宝就是那种没有拍头、没有拍尾的。这我跟你讲，熊宝的头发遮住脸，有没有？对，有道理。可能本人脸就是很旁边，对，有可能，可能脸是顺哥，有可能。熊宝搞的是男生。你们看一下琪琪的下巴。对呀，啊，我就说他下巴很诡异呀。嗯，就是找角度其实也可以拍出这种。哎，这个真的需要一些证据，要一点那个资讯。对，有没有一点那个线索？线索？线索？好。听说他们这组合都有非常厉害的称号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大概介绍一下？熊宝呢？有人说你像谁？我很多朋友都说我像波多野结衣。哦，波多野结衣。因为他讲，因为他讲波多野结衣，我决定选择了范冰冰。这集可以开放打来宾。夸不是，他这张照片一点都不像波多野结衣啊！他朋友到底怎么啦？我跟你讲，到底谁是照片美女呢？请出场。我有在熊宝，哦，是谁？熊宝，是破豆眼睛，看他长得好，Pony Chan，你是谁？你很坏耶！熊宝你好，欢迎你。我请问呢？我说不出话了。摄影大哥脸都乖掉了。哎，你画是你吗？而且你刚很雀跃的跑出来，哎，对啊，他很开心。我不相信是你，再讲一次波多野结衣。我是波多野结衣，真的是他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不是我们现在在就是独眼哦，对，就连他的男生朋友也在对他独眼，他们说了什么？真的，就我男朋友他其实就会跟我男朋友，对对，我男朋友，对，我男朋友都会跟我说，哎，出去的时候至少要带个放大片，就是不准我穿这个样子出门，因为他觉得说我这个样子出门像杀人犯。你们在一起多久？大概七年了吧。哇，那不错啊，是真爱。那你是多久以后才素颜在他面前出现？他一开始认识我就是素颜了，是真爱。那他有没有要求说，哎，拜托每一天都化妆好不好？他就是看到我化妆之后才叫我一定要戴隐形眼镜出门。那你化妆和没化妆，他对你的态度会有差吗？有。就分钟数有差吗？没有讲分钟数啊，你连走在旁边都有差。就是像如果说我今天有化妆的时候，他会这样跟我靠得很近。那如果说没有，就是没有化妆的时候，他可以走在我前面，我走在他后面那样子。那你都不会骂他哦？嗯，就习惯了啊。反正就是跟他出去，就一定要至少带个放大片啊。好了，谢谢熊宝，谢谢。